Oh yeah! Slime!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小雷姆，欢迎收睇什么影片？哇，好耐冇翻嚟啦，系咪啊？耶！翻嚟啦，我哋又玩什么啦？哈哈哈哈！木灵歌姬炎，咁样木炎希咧，咁就一直都练咗啦。咁咧，所以咧，准备可以进行我哋嘅升级大行动啦。咁我哋立即进行升级。即系潜能解放。咁佢咧，潜能解放咧，需要用到另一张卡嘅。系啦，咁就攞咗另一张燃气咧。哦，佢即波拣最低咧，同埋最低技能等级嗰张啦。好，唔该晒。咁可以升级。Yes。林音的咏唱。Okay。 要扣掉我嘅体力啊！有四个 battle， 睇下难唔难先。应该就唔好难嘅。咁呢一关就冇乜特别啦，应该。话说咧，好多人问我有冇打地狱级，我系打咗嘅，不过冇拍到片，因为，我觉得好难打，同埋都冇乜拍到，即系点讲咧，即系冇乜有啲好特别嘅配队可以帮到大家，咁所以咧我就冇乜特别去拍啦。OK， 系啦，所以咧大家就唔需要再问我啦，就系咁。唉，不过我觉得今次真系有啲难，我唔知点解。我听说是用燃气入去是会好啲嘅，咁但系我燃气未解放啦，大家见到啦，啱啱先进行解放。咁咧，身为陈燃气嘅 fans 咧，点都要解放呢三张卡嘅，即系绝对要需要，可以讲系。所以今日咧，终于咧抄翻仓底嗰只木燃气。我发觉咧，我只原来暗燃气，我光燃气未解放嘅，所以咧我都。谂住咧，搵日咧解放埋只光源器。好厚啊！佢哋系啦。咁话说咧，我哋之前咧，应该都有人咧睇我上一次嗰条片咧，就话有活动啦，咁就会派石啦，咁样亦都就快嚟噶啦。咁咧活动咧，应该系今个礼拜就宣布关于呢个活动嘅详情嘅。系啦，咁所以咧，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啦。系。我转得求其嘅，系啦，因为而家冇乜压力，所以就挂住同大家倾偈系求其啲嘅，所以大家唔好介意。讲翻明先，系啦，一阵大家又话乜又话乜，好麻烦嘅。好，嗱呢啲流落嘅敌人真系好讨厌啊！打极都唔死，死咩啊你？死咩啊？死咩啊？死啊！耶，好劲啊！我赢咗啦，第三关。哇！第三关开始有冰冰珠喎，咁冰冰珠就好麻烦，你唔消除啲冰珠咧，佢就一直出现啦，咁就舐计嘅，所以咧你就一定要去消除佢哋，挑靓嘅跌珠，跌个珠，嗱咁啊杀咗佢哋啦，睇先，最底系暗，咁我就要一定要消除啲暗佢啦。如果唔系咧，佢就会残留喺度三个回合。大家都系好怕呢一样啦，因为唉，好软性咁样去令到你做一啲，唉，好憎啊！呢个技能系我其中一个最憎嘅技能，我觉得好麻烦。诶，超麻烦，你睇下影响晒我嘅转珠路。卑鄙、无耻、下流、贱格、水。咁啊！哇，争啲住唔到粒啊！嘛 ，damn， 果然系去到后边呢啲关先至开始有压力啊！呢度系啦，有些少压力，不过稍微转珠有翻咁上下历练嘅人，好似我咁，我系有啲惊噶。傻啦，冇事嘅呢啲嘢。好，皇冠点先？五色盾系咪？水火木强化先可以做敌人造成伤害，咁即系我要做木嘅强化啦。我呢度有个技能嘅，我技能系咩呢？就系、是、三个回合里面佢天降嘅都会系，睇下咪先啦，冇记错应系游戏设定技能提示系啦。咁佢就系、是木会用木强化代替哦，咁即系会多啲木嘅强化珠啦。OK， 明白。大家好少木珠喎、哦，咁好似有啲唔着数喎，咁我烧一烧，累一累啲杂珠先啦，累一累，哇，咁多火珠嘅，
火豬又加成。好，燒一燒啲冇用嘅豬，咁有火，有木，有水，咁可以開嘅人物。OK。火啊！哎呀，本身可以多一个 com 噶嘛，真系衰格，冇水珠嚟噶，蚀晒。唔紧要，我转多啲 combo， 盼望有水嘅，水嘅跌落嚟，水珠跌落嚟，有 ，yes。天降系我最强，我从来都未惊过。水火木有。哎呀，木咩年？唔惊啦，木啊！我有天降，好在冇蚀到，冇蚀到个桌俾佢。唔记得咗，头先超低能。再嚟啦，水火木冇火今次。有火啦，有火啦！哎呀，个光啊，争啄啄啊光！好衰啊！大声啲！赢咗啦，赢咁突然嘅，我仲以为仲要打多一段时间添。Victory，V V 喎咩啊 ？Victory 啊！唉，点啊？解放啦！今天 B B 解放啦！大笨蛋，大笨蛋！好，两个女仔揽埋一齐。三回合里面木的几率提升，并木会木强化来代替啦。咁呢张卡是非常之好用的，可以讲系。咁我自己都几中意，同埋 leader 几都算系唔错啊，有减伤 20% 啊。咁呢张卡都系必须解放的啊，作为陈妍希 fans 嘅我，再一次提一提醒大家。好啦，咁今日咧呢段片咧就先去到呢度先，系啦。咁关于嗰、那個呢、這個叫咩啊？活動嘅詳情咧就好快公布噶啦。我仲預備緊，因為我要預備一啲地方，係預備一啲文字咁樣上嚟嘅，都要預備下。咁除咗魔法石之外咧，仲會有Logitech 嘅贊助，送 keyboard， 送 mouse， 送 headphone， 正。好啦，今日呢邊去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翻嚟再見，拜拜。